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期视频，我是星儿，我们来更新啦。那这期视频的话不打牌，我们来放两份观众的投稿。我把投稿邮箱就是投稿放。在我们主视角的光环下，这把哪怕是元素，它就是
什么鬼？赵云这种武将最吃手牌了，手牌一定就是一旦手牌被看透，这个武将就没有什么悬念了，直接一顿胖揍就对了。这回合我们主视角，哎，铁锁连环没有去连，当花色火攻拍出去再来一刀，黄忠这个将不翻面，你反倒碰他有一点就是处处的。这个元素了，相信蔡夫人是一定能弄死黄忠的，没毛病。你看赵云手牌就空了吧，就明了吧，刚刚南蛮入侵是掉血的。
天下，但求一半。应是立德，是为良计。战敌当先，遍寻天下，但求一败，不得不死。尔等敢以恶马驱前，战敌当先。